轻轻松松赏花游中。今集我哋首先观赏植姿优美嘅山茶花，之后我哋继续观赏绽放嘅绣球花海。第一站，我哋嚟到钻石山嘅蓝莲园池，门口摆放过年嘅莲花到依家都咁靓啊！最抢眼嘅就系呢啲鲜艳嘅菊花，花朵大而优雅。菊花系九月开花噶，去到依家都咁靓，有长久嘅意思，寓意富贵吉祥长寿，系好受欢迎嘅莲花嚟噶，特别系呢个金黄色。睇完门口咁靓嘅花，我哋依家进入蓝莲园池啦。这个叫苍塘，对面嘅咧系松茶谢。仲有一个莲池，同埋圆满阁，可惜又冇得入去。圆满阁前面呢棵山茶花植株形态几靓，山茶花嘅品种系好多嘅，系传统嘅观赏花卉，花色鲜艳，花型秀美，香气宜人，花瓣碗形。重返的山茶花呢多达60片花瓣的，盛花期是在1月至3月。山茶花在香港呢到处都有得种的，很多地方都见到它们的。其实这里很多山茶的，只不过一些开一些未开的。仲有好多花篮未开噶，迟啲嚟呢度啲山茶花可能开得仲靓。蓝莲园池入边都有其他花噶，绣球花系其中一种啦。我哋知道天水围公园咧就好多绣球花，我哋跟住咧就去观赏。我哋由九龙出发，坐69号 S 巴士。巴士咧系行大榄隧道嘅。跟住沿青朗公路向前行。依家巴士驶入元朗公路啦。几快，半个钟都唔使嚟到天水围啦！可以响天水围公园巴士站落车，或者响天水村巴士总站落车都得嘅。落咗车，横过天水路，就系天水围公园啦。占地大约15公顷，系以阿姨戴达式为设计主题，园内嘅水景设施咧系制造天和水嘅意境，以配合天水围呢个名。我哋嚟到喷泉广场啦，真系呢度好多绣球花，仲好靓添。绣球花开就系春天到啦，
亦代表希望的到来。它的花瓣是彼此依靠住的，代表美满和团聚。绣球花很多颜色的，哇，整个花圃都是绣球花，非常梦幻。行多几步，有一片的绣球花海啊！看看几多颜色，红紫色、浅粉色、浅紫色、蓝紫色，哎，数之不尽。花朵绚丽多姿，色彩鲜明，有秀丽绽放、幸福满载的感觉。又讲下传说先。传说有一次八仙去瑶池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会，路过东海，其中龙王七弟子呢见到何仙姑容貌美丽，就把何仙姑呢抢到龙宫中去。其他七仙呢知道就勃然大怒，各自举起手中的法宝，就化作成七条赤色轮格火龙，对住个海面呢喷出烈焰。哇，霎时间海水滚滚沸腾起来。东海龙王问明因由后呢就怒斥七弟子，仲亲自押七弟子前来请罪，仲向八仙献花表示歉意。八仙呢就将呢啲仙花带到神州，嗰啲花呢团团咁簇，好似一个个大绣球，绚丽多姿，不同凡响。凡间嘅人们呢就亲切叫佢做八仙绣球。咁靓嘅绣球花，又到食晏时间啦！我哋去公园旁边嘅嘉湖海日酒店一座，上一字楼。我哋喺呢间影月楼用餐嘅。入座后饮翻杯靓茶先。呢度个下午茶嘅时间好特别嘅，由上昼十一点已经开始啦。平日大中小点一律都系23蚊，好多美食供应噶。我哋选择咗午市底食优惠价，功夫北京甜鸭，色香味俱全，特别系卖相唔错噶。都给你包一块食先。帮得合格吗？我们选了芋蓉凤尾虾，挺香脆的。碧绿鲜虾肠、蟹子蒸烧米同埋山竹牛肉球、上汤鲜竹件、荷香珍珠鸡、烧包同埋香滑流沙包，呢啲点心系 OK 嘅。大家食咗咁多嘢，包埋加一茶钱430蚊。享用完下午茶，我哋坐巴士翻返市区啦。
到此为止啦。喜欢呢条影片嘅，请俾个 like、分享同埋免费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